银杏树下吃烧烤是种怎样的特别体验？梭丢又是什么呢？螃蟹里竟然能吃出法海和尚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马鸭、公鸡、甲鱼，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跑的，孝感夜市都有哪些惊艳美食？敬请收看本期《消费主张》。环河，孝感的母亲河，这里绿树环绕，风景秀美。沿着环河往前走，就到了玉泉路夜市，那里有数不尽的、不可辜负的夜市美食。紧邻环河的玉泉路夜市是到孝感必打卡的夜市之一，一个个流动的、冒着烟火气的小吃摊将人们吸引到这里。夜幕降临，整条街上香气四溢。叶静告诉记者，他还约了一位好朋友和他一起为大家寻找夜市的美味。这位朋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？陈特，网名叫孝景阿特，在孝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阿特从小在孝感长大，跟着他吃夜市准没错。嗯，这里好多好吃的。对，这个什么钵仔糕啊？你好。然后这什么炸串儿？哎，炸串其实我们这边炸串还挺好吃的，有当地的特色。哦，对对，这个是那个酱香饼，刷了酱就看着很诱人。是的。夜幕降临，玉泉路两边的餐饮店也纷纷在店门口支起了桌椅。阿特带我们来到一家以烧鸡公而闻名的小店，据说这里一天要卖出100多只公鸡。这里的烧鸡公到底有多好吃呢？这就是我们湖北特色烧鸡公。吃鸡就一定要先吃大鸡腿，鸡腿肉，对对，鸡腿肉。它其实你可以看这个鸡肉，虽然说块比较大，但是里面的鸡肉弹性还是非常的足的。你烧柴了之后，它的这个口感会很差。这个鸡肉好嫩，而且这个鸡又辣又香的那个味道，直接冲到我鼻子里了。对，其实说也不会有特别的辣。如果说川湘菜它们是一种麻辣辛辣的话，这应该就是一种香辣。这道烧鸡公之所以好吃，选用的是典型的江汉鸡。选用一年以上的散养鸡公，清理干净后剁成均匀小块，冷锅加热油，放入姜片爆香，再加入秘制红油、底料、小米辣、豆瓣酱、风干黑豆豉、大红袍花椒等调味料，在锅中炒香，加入鸡块，炒至鸡皮微微泛黄，放入料酒继续翻炒，直到底料完全包裹住鸡肉，放入高汤大火煮开，然后放入压力锅小火慢炖15分钟之后，特色烧鸡公就上桌了。公鸡的肉质紧实但不柴，口感麻辣鲜香。接着阿特要带我们去尝尝孝感夜市的当家菜小龙虾。湖北的小龙虾从食材到吃法可以说火遍全国，尤其是江汉平原一带，家家户户都会做香辣小龙虾。到了8月，螃蟹上市，借鉴香辣小龙虾做法的香辣蟹也非常受欢迎。辛辣鲜香是孝感最流行的螃蟹吃法，称其为人间至味也不为过呀。知道什么叫做一招鲜吗？就是这个前面一口下去全缩进去了。蟹肉拌着蟹黄拌着汤汁，一口充满整个口腔，而且这个勾芡非常的浓郁，吃完了之后就体会到什么叫做做。
特别喜欢吃胃，所以他一定要用很多的胃秘制它，让这个把蟹啊带上胃，带上足够的胃。孝感的螃蟹之所以好吃，是因为它出自中国最大的内陆封闭湖貂岔湖，个儿大体硕，味儿美鲜嫩，不论哪种做法都是孝感夜市当季不容错过的美食。螃蟹是吧，它肉质很饱满，它的黄也很多，整个味道非常入味，肉质是非常细嫩的。更喜欢香辣蟹，清香四溢的那种感觉，回味悠长。在孝感吃螃蟹也是很有讲究的，尤其第一口就是要吃出螃蟹壳里的法海和尚，这种吃法您试过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里面可藏着一个法海？你说那个抓白娘子的法海吗？对，看法海到底在哪里。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公螃蟹的这个鳍去掉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把它的肉取下，黄取下之后就留在这个壳了，你看到没？一抠它就下来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法海在我的手上。这个啊，只是法海的一个雏形。天哪，您给吃了！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来了，我们老师等一下给他吹一口仙气儿，他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法海哦！快来施个魔法啊！真是没想到，鲁迅笔下传说躲进螃蟹肚子里的蟹和尚竟然如此形象。上面两个是他的眼睛，下面是他的身体，他应该是一个坐的一个状态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法海啊，吃出这个样，你可以按你的味蕾先打开，看看我能不能扒一个法海出来。能不能吃一个？哇，好娴熟啊！哎呦，直接朝法海而去，太厉害了！怎么样？这个地方果然很鲜。哇塞！在老师和我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的法海基本成型。我第一次吃就可以吃出这么完整的法海。